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ه وعلى آله وصحابه أجمعين أما بعد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上次我们从三个方面简要地概述了伊斯兰的信仰结构，重点地介绍了第一方面，也就是伊斯兰的信息论。伊斯兰的信息论 是决定正确信仰的最根本的理论，在这一方面，如果发生错误，就是原则性的错误，甚至是毁伤正信，慑于举办主的罪恶。第二方面是关系论，关系论实际上就是伊斯兰的道德论。 因为恰如其分地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就是全面显扬伊斯兰的美德，它所成就的是完美的性情。在这方面发生偏差，必然产生异端现象。第三方面是我们的实践论，也称为控制论，这是作用于我们穆斯林心。 所有的法度的标准，它有不同的几个层次，体现出当行当尽、可行可尽条件、盛行条件。那么在第一方面里面，首先涉及到知识的分类，简单的概括一下。 知识分类的内容，就是我们的知识能分多少类别，那是真主自知。因为我们在古兰经里面看到，穆萨圣人和黑祖尔两位知识的类别是不相同的。按照我们实际生活日用。 可以把知识分成两大类，一类属于信仰知识，一类属于世俗知识。世俗知识也称为中性知识。信仰知识呢，还可以分成两大类别，一类就是伊斯兰信仰，那么另一类就是除伊斯兰信仰之外的所有的哲学信仰、宗教信仰等等。 非伊斯兰信仰，伊斯兰信仰分为两大范畴，首先是教义学，也就是认祖学。认祖学里边呢，分为种姓和分姓。种姓就是认证独一的真主，他是创造一切者、掌管一切者、掌管全部权力的独一的真主。 他是唯一的应受崇拜者。第二大范畴是法学范畴，法学范畴分为法理学和律法学。法理学主要指的是如何从经训原文当中刨取具体的法规、法律。律法学呢，就是我们生活言行的法规指导。 包括我们生活日用、饮食起居、工作生活方方面面，显示真主的法度。其他信仰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就是所谓的异神论，异神论包括犹太教和基督教；另一类呢，就是多神教。犹太教、基督教虽然原来是属于 阿拉塔拉派遣使者传达的正道，穆萨圣人的文脉，埃沙圣人的文脉。由于后来他们篡改经典，违反使者的命令，甚至更为严重的，为真主举火办。犹太教犹在这儿成为真主的儿子。 Subhanallah， 耶稣教以埃沙圣人
妄称为是真主的儿子苏哈拉拉，因此他们从本质上改变了正确的信仰，脱离了真主的正道。多神教徒包括我们所知道的佛教一些个其他的宗教，二元论、多元论、土著宗教等等。那么在世俗知识方面，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就是生活日用生产技术科学研究，这是最普遍的世俗知识。另一类呢，就是文学里边的工具性内容，比如写字、做文章，无利害的艺术形式，不带有任何信仰色彩的文学艺术，都属于世俗知识。世俗知识不决定信仰，也不专属于某一个信仰的内容，但是它可以为某种信仰服务，它从属于某种信仰的时候，它就为某种信仰提供工具性。只有它从属于正信的时候，世俗知识的正道价值才能体现。由于世俗知识它总是倾向于今世的功利方面，因此呢，在科学高度发达的当今，世俗知识突飞猛进，出现了知识大爆炸的现象。也就是在电子时代、数字时代，世俗知识的发展速度非常惊人的，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指数增长的速度。因此这种发展伴随着正信的缺失，必然形成对人文道德的严重的冲击，甚至出现违反人性、违反道德、冲决道德最低底线的现象。因此我们分清什么是信仰知识，什么是世俗知识，对于我们确立正信是很重要的。那么在我们知识分类的方面，我们引用了一项公式 x 等于负 y 分之一，描述了世俗知识的有限性和它无限的严禁性。也就是说，世俗知识是在无限的延伸，在有限的范围内，不能突破安拉塔尔拉规定的人类世俗知识的极限。古兰经里边明文提到，这是他们知识的极限，他们的知识是很少的，因此我们不能以世俗知识的规律性质去判断正信当中属于终极性真理的判断内容。人的感知能力受到明显的限制，他不能判断终极性真理，因此呢，确立信仰要以终极真理判断为前提，所以凭着人的才智、聪明、知识，不能够确立正确的信仰。正确的信仰，只出自凭着安拉塔尔拉派遣使者颁奖经典，告于我们。在知识的分类当中，最重要的一种区别，就是要分清信仰知识的来源和世俗知识来源的不同渠道。伊斯兰正信知识，它的唯一来源是来自真主的沃赫伊，发自最高一层天，由专司传达沃赫伊的独立天使杰布雷来传达给我们使者乃比因算了拉胡尔拉希姆斯兰，由使者传达给全人类。
这种 Wahyi 颁奖方式在《古兰经》里边提到了三种方式，也就是使者的 Wahyi 有三种颁奖的方式，一种就是 Wahyi，包括心灵阿拉塔拉把 Wahyi 直接下降给使者的心中，包括使者的梦境，包括隔着幔帐传达的 Wahyi 和直接派遣使者传达的 Wahyi。所以我们在上次提到 Wahyi 有四类。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古兰经里边明确地提出了 Wahyi 的不同类别，一类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 Wahyi 概念所定指的属于使者的 Wahyi，属于我们正确信仰的信息的传达。第二类属于心灵性的 Wahyi，第三类是动物的真主对动物的 Wahyi，第四类是恶魔之间的谎言的 Wahyi。那么使者的 Wahyi 分为三类不同的方式，第一类就是属于真实的梦境，第二类属于隔着幔帐接受的 Wahyi，第三类属于阿拉塔拉直接派遣贾布莱来天使来在我们圣人面前和圣人直接会话。那么世俗知识的来源和 Wahyi 的传达是截然不同的两条途径。世俗知识它是在古兰经里边以一个乌鸦埋葬另外一个乌鸦的事例，说明世俗知识的获取途径。它是通过人类的观察、分析、综合判断和验证所获取的知识，这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情，不能把一般的启示概念混淆为 Wahyi，这是性质不同、作用不同、来源不同的两种信息。世俗知识虽然也是真主的赐予行灵，但是它不属于 Wahyi，它属于我们观察、思维、总结、推理、判断所获得的知识。Wahyi 属于纯粹的外来信息，不是人本身思维的产物。那么在知识分类之后，我们谈到了感觉，也就是感觉分析，人的感觉受到五种感官的限制，每种感觉的语限又限制了感觉的深度，因此人所获得的知识是有局限性的。感觉联系着思维，那么在思维方面，我们谈到了三种思维方式。一种就是形象思维，一种是逻辑思维，再一种是灵感思维。形象思维所对应的是感性知识，感性知识也就是通过我们的感官直接接受外来信息所获得的表面的、肤浅的一些认识。那么通过感性知识，逻辑思维推理所获得的理性知识，是我们对事物的内在属性、运动规律、相互之间的联系的更深刻的认识。但是，理性知识和感性知识互相连接、互相通融，没有理性知识，也不可能有感性知识。没有感性知识的获取资料，也不能够进行逻辑判断，达到理性认识。那么在灵感思维，也就是非理性思维这一方面呢，我们强调了心理学所指的灵感思维，实际上就是
和理性思维所获取的途径大致相同，只是通过无意识的感官所收取的感觉资料，潜藏在大脑内部。当他遇到一定的条件的时候，由这种潜意识形态转化为显意识形态。那么，在心理学上，这种转化过程被称为非理性认识，包括直觉、梦境、顿悟等等的。它也是分为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境遇，你潜在的感性材料遇到相应的条件的时候，它就发生了一种诱发，从境遇到诱发，从诱发到跃迁，就是从潜意识转成显意识的过程，然后就是产生了一种直接的行解悟，被称为顿悟，最后呢也要通过验证。那么在思维探索当中呢，不可分割的就是哲学认识，因为哲学就是崇尚思维的学知。哲学本身就是爱智慧的学问，因此呢，感官性质的局限性、理性思维的限度，决定了哲学它是由思维所产生的学知。那么，哲学它的目的在于确立信仰，统一知识结构。由于思维的限制，人的知能是有限度的，凭着人的知能不能判断终极真理，因此也不能确立信仰。因此，所有的哲学在确立信仰的时候，它是要以一种推测、猜测来跨越思维的限制和终极真理判断之间的沟壑。那么，由于思维不能得知终极真理的情况，只有凭着猜测才能完美某一哲学体系。因此，哲学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也可以说就是不可信性。那么，我们在这个第一个部分，信息论里边区分了知识，分析了感觉，明确了思维和哲学的属性。我们第二部分呢，就是谈到伊斯兰的关系论。所谓关系论，一切存在都是在一种关系中的存在。阿拉特拉创造人类，当人类被创造的时候，就和阿拉胡塔尔拉之间确立了族谱关系。那么，我们要得知关系论的根本道理，应当从人类的创造伊始来考察这个问题。那么，通过《古兰经》的指导，《古兰经》以最精辟的语言概括了阿丹受造之初的几件事情，实际上就是涵盖了信士他的整个生命过程、价值观念、人生道路，甚至是包括我们生命的全部内容。阿拉胡塔尔拉在创造阿丹的时候，从土上创造了阿丹。古兰经当中提说，尔莎就像阿丹一样。真主从土上创造了他，然后说有，他就有了。阿拉特尔拉创造阿丹，他的麦克苏德是让人类认识他、崇拜他。因此，在创造阿丹的时候，无论是身体形态和内在的心性如何，都具有倾向独一真主的属性。
阿丹的创造是以崇拜真主的姿势被创造的，他被创造的是站立姿势。我们知道，站立姿势是礼拜当中的第一姿态，拜中立功叩跪四项动作，第一项动作就是向真主立正，体现了人本精神。那么，给他梳理如何？他凭着一个喷嚏转活之后，他的性灵的第一冲动，他就呼出了 "Alhamdulillah"，Alhamdulillah，是一切赞颂全归真主。这是阿丹，也是代表全体人类向创造的主宰说的第一句话，第一次发言。这句话具有广博深远的教义学含义，它不但是人类的第一发言，而且是《古兰经》的第一节经文，也是拜中的第一节 ayat。因此，这种赞颂是出自人类纯洁的本性，是彰显了一个信士，一个真正的真主的仆人。他的一种心声，也是体现了我们为真主仆人生命的根本的情态。所以，这个赞颂的意义非常深远。阿丹的赞颂 "Alhamdulillah" 是以真主的两个尊名表述的：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 wa barakatuh。دستورنا والقرآن دستورنا.